第10题，如右图，将质量分别为 m 及 2m 的甲、乙两物体置于光滑平面上，并以相同的拉力 F 拉动 S 的距离。此过程中，关于拉力对甲、乙两物体所做的功的比较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作功呢，就是力量成位移，力量跟位移要互相平行。那这题目上面都是互相平行的，我们的施力大小都一样，都是 F，我们拉动的距离也都一样，都是 S，因此我们的作功也就都一样。因此第10题问我们说，关于拉力对甲乙两物体所做的功的比较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甲等于乙。